本想建一个2024年公众号 AI 写作撸公众号流量主的这个项目啊，拉开赛道每天操作30分钟啊，日赚300-300块钱以上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拉开赛道的选择啊，赛道是最重要的，选好了之后才能赚钱。还有对外账号啊，同行怎么寻找？还有 AI 写作的这个保姆级的这个操作教程，还有发文的注意事项。啊，多号操作可以多号矩阵操作，啊，1000多块钱的收入，啊，1000多。这是其他的这个700多、600多啊，非常多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五节视频课讲得非常清楚，啊，全部都提供好了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这一个公众号 AI 写作啊，或者是写作撸流量主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